个人会觉得，因为夜莺两边的招都很强，都很顺，但是这边的流畅度是跟我最喜欢的一种的，这是我最喜欢的，尤其是你刚刚这边，哇，那一段好厉害啊，好厉害，因为叫夜莺，对，你知道我很爱你，真的，他是我的人。虽然是罗志祥选的你，其实你也可以考虑考虑别人。